出破败呀。我觉得鳄鱼应该出破败。武器打鳄鱼还挺好打，你说是鳄鱼好打还是武器好打呀？鳄鱼打武器确实好打呀。来个绿色的鳄鱼，把我绿色的头放在外面。草丛的颜色，我跟草丛融为一体，好吧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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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哦呦，西巴啊，西巴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呀、啊，大哥？机器人闪现了。丢一个兵也还行，一个兵吧，可以接受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为什么我的鳄鱼总是如此的不幸呢？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上当了，为什么鳄鱼总会笑啊？让他给我挡了，哎，等技能。真的，鳄鱼一杀人就老冤，不知道冤我什么东西啊！
你不控怒，一看就是娃娃鱼，怎么控怒啊？我没控怒吗？我好像控怒了呀！控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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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控怒。不是人头狗啊！刚才这个闪现呢，我怕武器大师 Q 好了，你们明白吧？如果他 Q 好了，我们杀不了。其实这一波啊，得不偿失，真得不偿失。感受被军训的感觉吧，让你玩儿，终于有一把，我们很开心了。管一波啊！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！我这玩的还是个鳄鱼，你别想玩了，这武器大师真的，你别想玩了啊！我要玩个别的英雄，咱就算了。我玩的还是个鳄鱼，关键是。喜欢打，可以一血塔，开上。可以撤了，兄弟，我应该是破败了。
差100块。100块下去拿小龙。破败鳄鱼，我从来没玩过，玩一把。直接传来，这个人头不要了啊！必须得给队友点人头了。这鳄鱼不能再拿这么多人头了，没用这英雄啊！梦魇去上可以，我们回下路。原来鳄鱼不是说人笑的，是自己笑的。我就说这韩服这鳄鱼怎么每条鳄鱼都那么乐意笑呢？我也搞不懂他们笑什么玩意儿了，但是就老在笑。节奏打快点。往中路赶一波，不行，这不能去了，这一个打四个略微有点费劲。这鳄鱼感觉跟以前好像不太一样了，这鳄鱼有点猛啊，这大鳄鱼。先把塔拆了呀！我这1000块送了呀，兄弟们啊！
其实我鳄鱼玩的不咋地呀，尽量是别这么整，你知道吧？我鳄鱼玩的其实不是那么，不是那么很好，你知道吧？我这鳄鱼呀、啊，也就是赶出来的，你知道吧？临阵磨枪啊，别这么整啊！人头虽多，鳄鱼还是鳄鱼呀、啊。不到1900，900，那也差不多了，其实。16分钟612鳄鱼，连个黑切都没有，说得过去吗？哎，我就推中了。这卡牌到底要干什么？这卡牌，小龙也行，小龙然后推中，跟团吧，我就不带了，带下去也没什么太大意义，说实话。不拆了，不拆了就算了，走吧。啊！回家。这把猴哥终于有成就感了。其实我跟你们说，我人头拿的多是应该的，艾克把我经验都吃了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他一直在这边，他等级会起得特别高，而我的等级现在跟武器大师一样。他虽然就是看上去是养着我，你知道吧？但其实是养他自己。挺骚啊，老弟！骚啊，真的，这武器大师挺骚啊，我感觉他是有点神志不清了，他可能，他应该是被打的有点神志不清了，你知道吗？
破掉，撤，拿下。杀卡牌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只要有破败。跑的是真快啊，我这个闪现是为了贴他身儿，而不是为了就是躲他牌，你明白不？有些人能明白不？能不能明白？水银血我估计杀了，护甲血杀不了。不是熟练度，他肯定黄牌晕我，他晕我，他把我晕到原地，这就完了，你知道吧？他把我晕到原地，我贴不住他了。我寻思我交个闪，赶紧贴他身儿，然后他往前跑，我正好还能追上他。往我这里飞，可以。哈哈哈，不是我叫的。不过确实鳄鱼应该有这种气势，你知道吗？就鳄鱼啊，开大招确实就应该像一个这个暴君